周末到了，我把这段时间在微信朋友圈发过的自己的思考和大家分享一下。我的这些小思考，即便你是我的微信好友，可能也看不到，或者已经被删了。所以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次，希望你喜欢，也欢迎你提出你个人的意见，甚至批评，写说看。